家好，这里就是青龙瀑布。那青龙瀑布本身跟昨天的瀑布两个各有其情趣，那这个两个之间呢，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相似处，也就是都是巨石的情况，那也有阶梯的方式，这是值得拍照的。啊，下一次我再跟青龙瀑布跟昨天的瀑布两个做一个对应比较。